同学们上课啦。今天我们一起学二年级华文第十四单元课文二，家有环保大使。同学们准备好了吗？接着下来我们要学写双字，同学们请记得书写双字时要确定字写在田字格的位置。请同学们认真看并用正确的笔顺写双字。环，构词，耳环，环境，环绕。环保的意思是环境保护。例句，大家应该支持环保，爱护地球。怕，构词，丝帕，手帕。例句，他用手帕捂着脸哭泣。惯，构词，惯常，惯例。习惯是在长时间里逐渐养成，一时间不容易改变的行为。例句，人们秩序井然地排队，这是一种良好的习惯。件，构词，零件，文件，物件。件是属于量词。例句，妹妹穿着一件红色的短袖上衣。使，构词，天使，祭使，使命。大使是宣传等工作的代表性人物。例句，我班班长被选为这周的环保大使。惜，构词，爱惜，怜惜，可惜。珍惜的意思是珍重爱惜。例句，我们要珍惜粮食，不能浪费食物。
或，构词，或许，或者。或表示选择关系。例句，无论是踢球或游泳，都是我喜欢的运动。练，构词，练笔，练功，练兵。练习的意思是反复学习实践，以求熟练。例句，如果想在比赛中扬眉吐气，就必须加倍努力练习。约，构词，约会，大约，约定。节约的意思是节省。例句，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注意节约用水。刷，构词，牙刷，刷牙，刷新。洗刷的意思是用水洗，用刷子刷。例句，晚饭后，他把碗筷洗刷干净。费，构词，油费，杂费，费力。浪费的意思是对人力、财力、时间等用得不当或没有节制。例句，洗菜的水不要浪费，可以用来浇花。孙，构词，祖孙，儿孙，孙女。子孙的意思是后代。例句，看到子孙们这么孝顺，老人感到十分满意。接着下来，我们进行猜字谜小游戏，同学们准备好了吗？字谜的题目：王国不错，猜一个字。王国不错，是一个环字，环保的环。字谜的题目，发呆的人，是什么字呢？
发呆的人是一个保字，保持的保。字谜的题目，儿子的小孩，猜一个字。儿子的小孩是一个孙字，子孙的孙。字谜的题目，白色的围巾是什么字呢？白色的围巾是一个怕字，手帕的怕。字谜的题目，人站在牛旁，猜一个字。人站在牛旁是一个件字，一件衣服的件。同学们，爱地球很简单，我们要记得爱山、爱水、爱惜地球资源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，谢谢。